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今天的影片开始。好，那我来开始化妆。化妆前呢，洗完脸，对，所以我先擦 Gummy Skin Peels。去哪里？不要太换环境，就比较不怕脏。然后呢，我通常去旅行的时候会带着试用包吗？对，今天的话带了资生堂这些多酚的化妆水精华液，然后日本的精华液，日本是 Estee Lauder 什么的乳液，可是加糖很苦，不像 cream 也不像乳液。然后我平常有一些按摩脸的东西，今天的话带 New Face， 好像有一支化妆师推荐，这个是有电的，三种。我通常一周一次用这个最强的按摩脸，每一个部位都按个十遍，就是用完，我觉得稍微有比较拉提的效果。化妆前呢，一定要戴隐形眼镜，然后今天的话戴这个龙北咖啡色。现在戴了我们 Ondays 的隐形眼镜，我现在戴完比较有精神，那我开始化妆了。从这里开始 ，YSL 的这个是妆前乳嘛？对，没有什么颜色。擦完这个真的有差哎，我觉得皮肤感觉变平。再来就是 Control Color， 这个也是 YSL 的，这个是 Lavender 薰衣草的颜色的。它想要打亮的地方，从这里啊，脸颊，我有带来美妆蛋，我这个美妆蛋很好用的。然后刚刚忘记擦了，就是要化妆的过程先擦个护唇膏，我是喜欢擦的 Takami 的，我觉得蛮滋润，但是不会让人不舒服那种，它没有任何味道，所以男生也可以用。再来是我最近发现很好用的 Maybelline 的 Foundation and 化妆下，就是粉底液加妆前乳的效果，擦起来也是可以擦化妆水的，但是可以有遮瑕的效果，我觉得很棒。很厉害的就是我上次去台中的时候用，然后台中也是超热，它都不会脱妆的问题。那个粉底液之后，我不会直接压密，会画别的地方。眉毛的武器是 Kate， 一边是这种泡的，一边是粉起笔。对，然后我是用笔的地方，通常眉毛不会画太有时间，因为我一定有雾眉，然后稍微跟着那个形状画就可以了。虽然不想花太多时间，但是眉毛很重要，所以我也用 eyebrow mask 了。稍微把自己的眉毛颜色一致嘛，比较浅一点的话，整体的感觉比较好看。所以我是蛮推荐，不管有没有蓝头发，用蓝眉膏。然后我的眉毛差不多了，再来是眼影，用两种盘子哦，一个是 Kate 基本的咖啡色系列的，一个是1028，也是基本的咖啡色系列，还有一些橘色的颜色。我先用 Kate， 对，擦个底，那再来擦这个，画在眼睛上面，然后下面也是尾巴这边要画一下。好，再来是中间的右手，它的双眼皮的地方，这样用咖啡红的亮亮的画在我的眼皮上面，这个 Kate 的眼影盘右下亮亮的地方，加上刚刚的那个亮亮的，就变得更亮，然后变得有一点颜色，我觉得更一致的感觉蛮好看的。然后再来画个眼线 ，Kate 上的。我的 X 芯片，这个画起来还不错，比之前我用的还粗一点。因为今天是比较可爱的衣服，所以我把眼线画的往下一点。眼线之后呢，上面要先用 Tan Make 的睫毛底膏，下面用画香睫毛的睫毛膏。我的超级硬的睫毛都可以维持的翘的。放它一整天甚至两天画下面，我是喜欢用咖啡色的，用把这个过嘛，稍微梳一下，然后烫睫毛，把睫毛膏直接烫的话，因为融化嘛，所以我想要稍微干一点。我这个时候通常会用指甲膏，稍微可能有在意的地方痘痘啊什么，
遮瑕的差不多的话，再来打蜜粉，它的白色蜜粉，我真的很喜欢 Make Up Forever 的粉。我们在 AKB 舞台表演的时候，完全可以不脱妆，很持久。一打下去就是还是有流亮亮的感觉，但是完全毛孔啊什么的都不见。好，到这里了，那我们来烫个睫毛。我设计师喜欢用 Facebook 做你的，我是没有什么计划型的旅行家，但是如果像陈思阳那种很会规划的人的话，我一定会跟着他们去，他们做什么我完全不会讲意见。对，也有这种时候。现在28岁，去过很多地方了，美国、印尼，然后什么新加坡啊，上海也是之前工作去过。为什么听起来没有那么多？哎，还有吧。我想去很多地方。上次看到一个留言是 YouTuber 这么好赚吗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到处飞什么的？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不是啊，现在大家开放出国旅行之后，很多人喜欢看旅行的内容，所以就是大家是为了工作而去国。上班族啊什么，跟我们的行业不一样的人可能不太懂这些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工作，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有钱然后一直出去玩这样子，觉得这个被误会得很深，觉得很酷。但是像我的话，不是为了拍片来国外，但是我是为了自己的心情，保持我的心理平衡，然后经常出国。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算公众人物嘛，就可能我要出门的话，有一种心态就是，好，我就是工作心态出门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在国外比较没有人 care 你，觉得自在嘛。对，但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台湾大家这么爱我。但是就是我要去休息，有找到休息的时间的话，现在目前是第一选择就是出国。有些长度不太平均，所以就这样的状态，但是很巧，对吧？然后就我现在就是擦个睫毛膏，马就马就 Revlon， 我在 KB 的时候开始一直用的，但之前的马就马就不太一样了，可以画得很长哎、欸，哇塞，一瞬间眼睛变超大，睫毛超级浓。然后先这样，腮红我会用白糖，中国化妆室的牌子，这个很美。然后里面有三个颜色，先用这个粉红色的地方画在这个鼻子的下面，再来鼻子的中间画一些些。因为我的脸是比较长的，这样子可以把自己的脸缩短一些，对，所以我喜欢这样画。现在用这个左边的比较橘，画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地方。最后这个上面的比较像打亮吗？这样 OK， 再来，我要打鼻子的阴影，我想要把鼻子更小一点。我用 Pink 画眉毛，咖啡色的系列，比例可能是2:1这样。腮红的下面开始这样画，好，应该大概是这样。打亮迪奥的02 Pink Glow， 画在这个最高的地方，这个光泽感我觉得很棒。然后鼻子下面 OK 完成。最最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嘴唇，我最近是爱用那这个是比较橘色的颜色，雾面的，先画个我喜欢的形状，大概先画个这样。再来是用一样那子的红色的画个中间，他们的中间线晕开。然后不止这样哦、喔，这是韩国的粉笔，我要打那个阴影在肉上面，打这里阴影之后呢，我的嘴唇更翘，嗯，很棒，赞。好，我的最近的日常化妆差不多。好，再来弄头发吧。我现在差不多了。我对化妆很有耐心，对弄头发超没耐心，发现吗？然后今天就差不多这样。
就是我的日常化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开启小铃铛，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下次，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的。那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